老婆，在路边捡到两个轮胎，你看一下有什么利用价值啊？旧轮胎有什么价值？直接当废品卖了。早知道就不带回来了，直接拿到废品站去卖了。等一下，老婆还有什么事？拿来种花。好主意。种花要把底面封起来，然后放上土。你弄一下，我去挖土。好的。你看花已变成黑，心里边水面风雷，一人情世里别别楼台，现实里黄昏人你看情世里别别，现实里黄昏，小温柔可温暖，前生浮浮沉，情中一人怨，现实里黄昏。别管妈妈。自来饶了。别管很多活了咋？一个摘花，一个摘茶，好着呢。哎呦，不错，电饭锅吧，浇一下水。自然，你给下包包卡。
顿